来，首先介绍的第一组是由跨年级从1年级到5年级小朋友来带来的表演《裙摆摇摇》。 鼓励，谢谢他给我们带来这么热烈的开场。以上表演者分别是由2年3班杨杰、2年6班黄燕珍、2年6班郑佳怡、9班张英英、4年1班黄雅玲、2年4班。